高僧大德怎么这叫的多难听，不要叫嘛。他说我有个不疼的，有个疼的，这就是没功夫，只能这样说了。你看到我那个不疼的了吗？他说没见，人家直接涅槃了，让他看看，这也算功夫。问题你是，又叫又涅槃不了，这就是啥功夫也没有。我那个不疼的，我那个真的不疼，假的全疼。四大十条嘛，所有的病都是四大十苦十条。时空休息火，你在转火大的时候，转这一块的时候，但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有压抑的东西，先往下压它。比如说火大，你想往下压，你要有一个压的东西，有一个被压的，你已经在幻境里了吗？一定会出问题的。然后呢，但是你说你不压让它发出来，那就完了，那就彻底的完了，就崩溃了嘛。但是你崩溃只是死，你从来不敢。我们的头脑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转悠转悠转悠，一次也不崩溃。因为一到那个边上，他就把他抓紧了。一定要捞个救命稻草把他抓住，他不敢崩溃嘛。但是要么崩溃就睡着了。就是你就是到那个边上，你放松放松，算了，就这样了，死了，管他。他反而死不了，活过来了。但不能用狠劲儿，就是崩溃不能用狠劲儿。你啊，我就这样了是啊，恨恨的也不行。起心动念有问题，就是一切皆空，就是他就是修道，就是他界定一定到那个时候正好熟了，就像那果子熟了要摘了，他到位了，你怎么说他都会解脱的。你没熟的时候咋说也没用，他不是用这个力就是用那个力，他总是把握不住那个度。念观世音菩萨名号，求菩萨保佑。你说全身疼痛，求菩萨念观世音菩萨名号，求佛菩萨保佑，忏悔。越苦的时候越要忏悔，苦果都是业报来的，身心的苦受。苦的时候一定要懂得忏悔，念菩萨名号，念救苦救难的，然后忏悔，然后，大家就是原谅了嘛，互相就拉倒了。无与伦比的苦难，太苦了，你带给众生好多苦难，自己不知道。那就苦不可说，简直罄竹难书啊！不只是人或者动物，或者你有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就是因你而苦的，就是因为你的存在，因为你的伤害而是痛苦的。那不要说怪不得你，说我又啥没干，生生世世永远都在那转悠着。是吧，他就不就怎么跟别人不扯在一起。所以每个修行，我们每个修行的，你修到一个经常要忏悔，经常忏悔。忏悔不是说我们要罪恶感，不要有罪恶感，不要说像基督教说我们就是有罪的，不是这样的。是忏悔是我们的无明，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伤害人，我们认为这个很好了或者什么，我们生生世世就不知不觉伤害很多人很多事，伤害那些无辜的众生，吃了那些东西啊什么那些，你看不见，看见真的很苦。然后你在宵夜的时候，你说你受那点苦，他的生生世世那些苦受的，你受那几天的苦你都偿还了。还有那些很多，就像你们每天去超度的时候，就超度堕胎的啊，超度那些都可能看到。你只要有情欲，你知道吗，你的情欲没破净，那堕胎的或者那些东西，那好多的业报一直在那，有时候不是一次就能够搞定，得超度好多次你才能把那些。因为堕胎的苦，堕胎是一种拒绝跟遗弃，就很多现在这个世界很多很重的这些业报，其实你没有干过，但是呢有共业嘛，你在就做成这样的那种共业，那些都是怨气很重。还有很多动物啊什么，你像前两天我们操作那些虫子，你看到那些虫子
各种就每一个村子上边就像裹着泥巴，就灰溜溜的。然后他们，你知道，他们一直一生都是不快乐的，因为他们内在的他的业报啊，他转成纯粹是那种业报，就那种飞蛾啊或者什么，他的神识啊，他的那个他是有生命的，他的神识你会看到他是灰暗的，就是灰暗，就像那雾霾啊，他是灰暗的，他在那种灰暗里边，你感觉到他是不快乐的，他永远活的就像我们在烦恼里边，就像人类的烦恼，因为他很弱小嘛，所有的那种飞的那些东西都不开心，就是很烦，而且他认为生命就是这样的，就是烦，就是正常的，就没有开心的，怎么可能开？他因为没有体验过开心，他不知道开心是什么样的。我们还偶然会开心一下，笑一下，买个新衣服会乐一会儿，或者是什么吧，淘宝淘回一个东西啊，或者是吃个什么，哎，开心啊，哈哈笑。而且那些小虫子基本上都没有开心过，它灰溜溜的很烦的就进来了，就是但是因为他们的王或者说哎这儿超度他也是把他赶进来的嘛，但是当他被超度以后呢，他就变成就像你会看到他从那个就是每一个虫子上面就像裹着泥巴成的，就像背着一个泥巴就飞进来了，然后你会看到他就变成一个一个蓝色的光子，就像我们那个就像光子啊，就是啊空中全是那种闪闪发光的，就是那一点一点一点点，就像那萤火虫，比萤火虫那种光就蓝色的，刷刷刷就在闪光。那个时候他们突然解脱出来，就是虽然不是很高的生命等级，但是他们会觉得哇，生命可以活成这样的，就是生命原来还有快乐可以，就轻松啊，就觉得因为有光了，身上有光了，他们会感觉到哇，这个世界一下子在他们眼前变得很美妙，因为他们的身体开始放光了嘛，在光明里面看这个世界，他们觉得好，就像极乐世界一样，就很开心啊，他在空中就是飞啊，就是然后越飞越高，就是他的随着光子的等级你会越度越高啊，就是因为每天我们度的时候他就越度越多，而且每天比一天，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比，因为你第一天是最少的，因为到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很多知道了嘛，慢慢的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后来就来了很多鸟，很多鸟也要超度，是不是？我们吃了虫子的，哎，这也是个借口嘛，是吧？本来不是度鸟的嘛，是吧？然后我们就不断的加东西，加东西，加东西，就没给他们预期嘛，从几十万到几亿，叫几十亿，你会看到他们的快乐。然后，当最后一节打成千上亿的、几十亿的那就飞蛾，那个闪光的光子在空中飞的时候。你突然就看通过那他们的光子蓝色的，就是都闪着那种光子蓝色的光的时候，那都是你们度的，都是大家的功德，你会看到他们的快乐。然后呢，你通过那个光子，我突然就看到了三千年前地球的闪光了，就是三千年前，因为那个时候是位圣人时代啊，2600佛祖释迦，那个时候从太空里看地球是蓝宝石，就是闪着蓝宝石一样的光。但是从2012年以前，我们的地球在太空里边看是血雨腥风的，就是整个地球是被乌云滚滚是笼罩的，你都看不到地球了。整个地球的外围就是浓雪，就是照着地狱之象，就是地狱那种象，惨还惨不忍睹。你知道这个惨不忍睹是什么导致的吗？那是人的心导致，生命的心啊。就是活在地球上的有情众生的心就踩到那个程度了，就痛苦到那个程度，在地球上射出的那种生物场那就场，而人类是在地球上心力最强的，说明人活得多惨，在2012年以前，而且全是阴冷的看不到太阳的，整个地球被这种场包围了。而三千年前地球是蓝宝石，就说你从遥远的泰国看地球就像一颗蓝色的宝石，刷刷那叫圣人时代，那个时候的众生，你会在太空里面看，并不是那个时候没有邪恶，那个时代，老虎弱肉强食，老虎照样去捕猎，是不是？老虎在草丛里追兔子，兔子去抓小虫子，然后猎人会拉弓射箭，把老虎打死，所有的一切快乐的进行着，一切都那么轻松，那么自然，甚至是你吃我，我吃你，都没有太多的憎恨。
而当当近代你会从地球上那个光透过去看地球的时候，你会看到地球上的众生是那么的沉重，其实没人吃它，老虎走得懒懒的，甚至没有猎人打它，它都觉得活不下去了。所有的有情众生都活着背着一个厚厚的厚重的壳，走不下去，都觉得要快死了。那个心里啊，冷冰冰的，看不到温暖，看不到爱，看不到这个世界的阳光，心里边没有阳光，全是冷漠的欺骗、不信任、背叛，就是杀气，什么东西都邪恶、阴冷，全部充斥在心里边。地球的场是那样的，知道吧？而我们的心又折射成地球的场，所以我们借超度台在做超度的时候，我们会间接的去净化这个宇宙场，间接的就净化宇宙外边这个场。如果这场净化了，我们在里边修行，我会慢慢的，你会发现你会快乐，知道吧？不知不觉你快乐起来。你虽然被人欺骗，你虽然还被人骂，虽然还被人背叛，虽然一切还在发生着，但是你很轻松，你没有那么沉重的冷漠阴冷，你会接受，你会觉得哦，老虎就是吃兔子的，这是弱肉强食嘛啊！你会原谅，你不会觉得那里边充满了血腥跟杀气，你会觉得一切都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在生存的，就是那样。就因为宇宙场不一样，就是这样。我第一次我们做过那么多超度，就这一次在超度昆虫的时候，我看到了地球的光明，就是看到了地球外边开始放蓝色的宝蓝色的光，就看到了一圈，因为我们度的少，但是大家已经累得气也喘不了，我到今天觉得就是那个烟雾太重了嘛，因为我肺不太好，所以闻了那个烟雾喘不过气来嘛，就有点胸闷。不过下次戴个口罩大家也可以，就说胸不好的可以鼻腔鼻炎不好的可以戴口罩。但是第一次看到了就是那些光子在飞的时候，透过那些光子看到了3000年前的地球，就是地球那一片开始进化了，就是透过那个快乐的昆虫的时候，就昆虫发出那些光的时候，一下子看到了地球，就是好像回到了3000年前地球的样子。如果我们的地球能回到3000年前的生物场，那我们修行就很容易了，你知道吧？你成道正果太容易了，你不知不觉你根本就不会觉得你伤心痛苦，莫名其妙的怎么会这么伤感呢？你知道那些昆虫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那些动物，那些小虫子觉得烦恼是正常的，怎么生命会快乐呢？活着就是烦恼的哦，快乐好像是个天上怎么会掉馅饼呢？怎么可能？而且快乐是什么不知道啊？但3000年前昆虫是快乐的，昆虫的飞翔是快乐的，所有的鸟类在天空是自由的、快乐的。现在的鸟类是沉重的，因为染污，因为真的是石油啊，真的是汽车尾气啊，是我们的心，我们不快乐，我们活得很苦，我们大家没有一个快乐的，那个地球怎么能快乐呢？地球场就是我们的心导致的，众生共业导致的，所以不要小瞧我们自己。有一个人成佛，我们的对地球的净化就很厉害。你想，一个、两个、三个、十个、八个，有十个、二十个，地球就改变了。那个疼的，3000年前你就不会疼，是吧？你看，所以发心，虽然我们是有个形式上的超度，而且地球上的都有情众生是超度不完的，但是我们能做多少算多少，就是这样了。嗯，而且也最重要的是改变人力的心态，因为人力是地球上最心力最强的，所以人力的心态不改变，工业是很难改变。我们去宇宙污染，心灵的污染，就是说分不开。你首先是心灵污染了，宇宙场才会污染。而成道很讲究场，所以你为什么在地球上你不容易成道？你以为你是不努力吗？没有那个场，你扛不住那种共业导致的烦恼，你无法解脱，你承受不了，就是这样。你会迷失，你会迷漏，你走不出去的，而且贪嗔痴慢疑会加重。
你怎么也开心不起来。我告诉你，在那种厂里边，烦恼是你的烦恼，就叫你的日子，哪有一个快乐的日子？今天是个好日子也烦，就是这样子。因为宇宙才就那样，但是呢，快乐就是随着很多修行人心境上的调整，会对宇宙才有影响。所以好歹我们也做了一些功德。